昌龄最近被一些网友批评他不会跳舞，还嘲笑他跳舞的时候表情太过用力狰狞。对此，他日前在社群平台发文反击酸民，表示自己在往热爱的路迈进的同时，一路走来有许多杂音，但我依然要说，即使我明年奔四了，老娘还是会一直跳下去。最近他则是在 IG 晒出和好友王心凌以及潘玮柏聚会的合照，照片中大家都摆出俏皮的手势和表情。而这场聚会是大家为六月四日生日的他提前庆祝生日，杨丞琳幽默发文写下：“潘帅说这三是替我暖寿，没错，他今天是潘帅，不是潘胖。”还谢谢对方请客，直呼吃好聊好，非常开心。粉丝看到贴文后直呼照片好可爱，也纷纷祝他生日快乐。you